如何骗生鱼片？想吃酸菜鱼和水煮鱼，无奈却不会骗鱼片。别急，今天几分钟课堂就教大家如何骗生鱼片。你将需要鱼、刀、案板、抹布。第一步，将黑鱼杀死，用手抓住抹布按住鱼身，从鱼头的一边入刀，在鱼骨上方紧贴着骨头横切，将上半片鱼肉切下来。并用同样的方法片下另一面的鱼肉。小提示，请参考几分钟网如何杀黑鱼。第二步，用手按住片下的鱼片，用刀剔去鱼肉上残留的小鱼骨。第三步，用刀在片下的鱼肉的鱼尾部分斜下入刀，注意不要切断，再入第二刀时切断。如此片下一片鱼片，用同样的方法片下剩余的部分。小提示，片鱼片时左手按得越紧，片得越轻松，且不易伤手。第四步，将片好的鱼片装盘。用刀切断鱼头。把鱼骨切成一小段一小段。再剁好鱼头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知道吗？生物学家可以根据鳞片上环生的年轮来判知鱼的年龄。